网络上使用过的第一个网名 Sherry， 很熟啊，其实这个网名。哇哦，什么玩意儿这？仙杜瑞拉的眼泪。仙杜瑞拉的眼泪就是灰姑娘啊。就是二次元一点的女生啊，对吧？我讲二次元的女生，她会刚才 Cindy 就那些字啊，就特别的那种二次元。她的屏保也比较二次元，我就很二次元。再往下。这个信息是他们最近一次的网购。网购拼地毯。地毯。网购都买地毯了，那肯定 A 是居家年龄大的。对，这个 A 的比较居家。发际线修容纹，这是应该跟我一个组合。这个好，你一定要揪起来，你一定要这个。你们可以当一个鬓角组合，就大家一起把它抹掉。陆一七，哎，你说啥？爸没有名，爸没有名。没有名吗？这个发际线修容粉对于女生来讲是个常用的东西吗？其实挺常，因为如果扎辫子的话，就是会扎得很紧嘛，然后需要有一点用的。还要把头发扎起来，年纪很小，如果那么小，确实就缺我来照顾了。你是怎么的？你是来找女儿，来找爸爸找女儿？超哥是在给儿子找女朋友。好，我就这位年轻的 Cinderella 啊，什么眼泪 ？Cinderella 什么的眼泪？也是江西景德镇的眼线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好笑。一个江西景德镇的眼线要选 Cinderella 的眼泪是吧？对啊，非常搭配。我也喜欢这个二次元的，我也拼了。天霸掰了，今天掰了。哎，你们就这样抛弃 A 女生吗？老李头喜欢 A 女生啊。我两个都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，都在你。哎呦，他还挺贪心的。哎呦，你还两个都来，只能一个，只能选一个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还为什么？你给冰冰姐打个电话，你问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选两个？他们还在漫长的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，为了选女嘉宾，我们已经你看，已经开始可以喝点下午茶。哎，没有茶。你是平时杰伦哥也经常会给你唱歌听吗？他平常私底下不太唱歌的。不太唱歌？对。他变魔术？变。也变。嗯。所以他认识你的时候，也就是通过魔术。哎，对，一开始有变一些小魔术。我可以画一幅你的肖像画吗？可以。点点点点，没有同时画吗？好啊，我画能力不好。没关系，我是毕卡索的那种抽象。抽象的。抽象的。我是很真诚的去做的这幅画。好，1、2、3。